哟，你不走啊？你让我走啊？你不走，我可算通匪啊！那你救我干啥嘛？还不如让何忠玉把我抓去呢，怕是救我有用吧？聪明人，说吧，干啥？要债，你狗儿心真狠呐、啊！比我这个当土匪的心黑多了啊！为了五味堂的秘方，你连自己的老婆和亲弟弟都不放过啊？放屁！那些东西本来就该是老子的。上次杀荷花和金宝国，就是为了五味堂的秘方吧？你甭管那么多，做还是不做？怎么做嘛？如果他们肯给我，自然最好；如果不肯，那就要问问你手上的刀答不答应。那他们要是什么都不说呢？一不做二不休。这一单买卖风险大呀、啊。说吧，你要啥？上次独耳王要的啥，我就要啥。胃口不小啊！实不相瞒，我触犯了山上的规矩，现在没有脸回到山上去。如果能带上秘方回去，也算是戴罪立功嘛。行，成交。嫂子，老国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还要出去啊？嫂子，你不知道，最近厂子里订单多，我家紧大量收购了一批棉花，这不棉花到货了吗？我得赶紧去安置他们。为了这批棉花呀，我动用了所有能拿出来的钱。宝国，嫂子不懂办工厂的事儿，可我还是想劝你啊，要稳妥一些。嫂子，这利润与风险共存嘛。不是我吹牛，这西安城里啊，恐怕也只有我金宝国有这样大的手笔和气魄了。哦，对了，宝国，宝珠找我谈过了。哦。他说，这阵子你对他好像……啊，嫂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近怕见宝珠。他对我越好啊，我就越不敢见他。为啥？我一看到他的眼睛，就想到他小时候被咱爸压倒的事情。宝国，可这婚期……哎，嫂子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个腊羊肉确实不错。哼，少喝点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你放心，我是越喝越精神。唉，吃完饭，我先去五味堂探探情况。你呢？去关中纺织厂，万一动起手来，你可千万不能手软。哎，先生，你找谁呀、啊？哦，我找一下你们金老板。找我们金老板有何贵干？我那儿有一批上好的棉花，想找金老板谈谈。哦，好好，请请，往右拐啊。好，呵呵，哎，好。菊花三钱，船散价两钱。船散价两钱，来。
生麻丝钱，竹撒两钱，老木瓜三钱，生姜两钱，地龙两钱，车前租五钱，山茶五钱，金银花一两，要齐了。好嘞。那位先生看病请过来。五味堂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你别瞪我，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。知道还来呀？我来拿属于我的东西。啥东西？嘿嘿，明知故问。我是真不明白。秘方。你想要秘方？你拿来我马上就走。吴先生，你搞错了吧？我们金家怎么可能把秘方传给一个外姓的人呢？你不要脸！你敢骂我妈，小土匪宰到一边去！小豹子，金之国，你想要秘方也可以，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做。啥事儿？这儿你也敢抽烟？你没看见严禁烟火四个字儿？哎呦，一点火星就会把工厂烧毁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是，对不起，不能再抽了。哎，知道了，一点火星就把厂给烧毁了。对不起啊。爸生前说了，金家的家业不能败在你的手中。今天你来要秘方了，那还得看爸同意不同意。这样吧，你先在爸的灵位前磕18个响头，我再把秘方给你。想让老子给你磕头，没门儿！秘方传给我，我就会败了金家的家业。难道传给兴隆金家就不败吗？啊！金家一样要完蛋，报应！金之国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爸下跪，你给不给？爸不让给的。好，那咱们就都别好过。我这就去找兴隆。找兴隆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子要给儿子讲个故事。小豹子，金之国呢？刚走。快去，说啥也得把他追回来。妈，啥事儿？快去，别问了。站！你干嘛？你放开！走！你个土匪崽子，我们金家的事关你屁事儿！你说，你舅妈干啥了？啊？你舅妈干啥了？他咋哭了？啊！他哭了，哭了！我啊，还笑哭了算啥？他妈死了才好呢！我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我打死他！打不死你！打不死小兔崽子！小兔崽子！小兔崽子！
人呢？吴先生，那些哪是棉花呀？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真的？你兄弟牛，在整个西安城，你兄弟确实牛。狗日的！是你们把老子逼疯的。吴老板，想清楚。早就想清楚，100斤足够。杀了金保国，太便宜他。咱们一把火烧他个倾家荡产，让他眼睁睁地看着白白的棉花变成灰烬，太过瘾了。秃狼，就让他流眼泪吧，那是在流血，我告诉你。倾家荡产呐、啊。绕到后墙，咱们翻墙进去。走，保国，保国，嫂子，你吓了我一跳。我问你，这两天厂子里有没有生人来？没有啊，嫂子，啥事儿？我想我哥不会做那么绝吧？你哥都让土匪把咱劫上山了，他啥事干不出来呀？嫂子，拿枪干啥？拿着，这两天小心点，以防万一。嫂子，我送你。老公，我心慌得厉害，浑身发冷。金厂长，最近对生人进厂，你可要严加盘查呀！哦，进进出出的都是老面孔了，可不敢大意哦。嘿，有什么生人来过吗？哦，有个人说找金厂长，没有啊。杀了！老公，救火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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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谁是你哥？秃狼，我跟你没仇没怨啊！秃狼，爷是啥？爷是土匪，土匪是啥？是谁给银子给谁卖的呀？我给你钱，我给你钱，完了，我给你把这钱点着喽！我不要你的钱，你现在给我秘方，住手！你再不住手，我就开枪了！你个文化人也会开枪啊？有种朝我开枪啊！啊，哥，我不是你哥。我告诉你，要做兄弟，下辈子，这辈子，咱俩是仇人。哈哈哈！哥。你不如杀了我吧！杀我！哥！杀我！杀我！杀我！金志国，你住手！我开枪了。志国，看在夫妻的情分上，看在兄弟的情谊上，我求你。你求我！你为了他，你求我！婊子！火烧赤壁！我烧！我烧！我要把这都烧了，烧得你们倾家荡产！啊！开枪打我！